爸，我要钱啦！不用啦，卖差啦！拜托啦！钱创啥？顶礼拜就给你啊！你还要还债啦？我再帮卖我骗而已，啊，十块钱啊，十块钱啊！安尼尔，你讲啥？啊，无阿公安尼尔啦！这干嘛你不是？爸爸妈妈，我不是坏小孩，只是你们给我一千多块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一下子就全部用完。你们常说孩子你要节省，我们赚钱实在非常辛苦，但是看看台北市的物价，实在好让脑袋发酒。汉堡一盒也要50块 ，T 恤一件300-600，接着其他也要几十块，剩下怎么可能不会用完？说妈妈妈妈，我要钱，我要钱，爸爸爸爸，我要钱，我要钱，妈妈妈妈，我要钱，我要钱，爸爸爸爸，我需要你的钱。每次你们帮我买东西去学校，都会被人家笑。哪有男生用小丸子的铅笔盒，还有 Kitty 猫的书套？小明、小华都有 Nike 鞋子，连小花都有 Swatch 手表。班上人都喜欢这样比较，没有那些东西就会逊掉。学校有一口票的费用要缴，午饭、清洁、爱心邮票，不买邮票就没有爱心，走路会被闪电打到。有时候要做预防的措施，走在路上流氓会跟你要，身上的钱若不够给他，他会打你打到伤很多药。妈妈。还是手机，没有蓝牙就不重要。其实我们都是好孩子，但是环境逼我们没法子。要是全世界都是免费方式，绝不会绝不会跟你们说。妈妈妈妈，我要钱，我要钱。爸爸爸爸，我要钱，我要钱。妈妈妈妈，我要钱，我要钱。爸爸爸爸，我需要你的钱。爸，我要钱啦。